家的身上，是求教练拯救过的。我当时昨天晚上要回去。第67年，那这样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呢，是张县长呢对于就是邓丽君是云岭的女儿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呢也决定呢不同就是今年开始，我们把这个邓丽君的出生日1月29号定为就是云岭的邓丽君日，那用来缅怀这一位就是我们代表华人非常重要一个音乐的人士。那同时呢，我们县长在整个这个云岭县的这个愿景的规划里面，我们也将在湖尾的这个央广设定为未来就是发展邓丽君 IP 影视的基地。所以呢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以至于未来，邓丽君跟云岭这边的整个就是影视音的发展会有一连串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在1月29号这个邓丽君的合作音乐会里面，一样会带大家来到高中他的出生地，让所有全球华人对这一位就是永远的邓丽君一个怀念之外，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段期间呢来到云岭，那除了这个邓丽君的故居之外，也可以就是来一趟甜蜜蜜之旅。因为邓丽君的父亲当初来到云岭也是因为他是个军人，那来到高中的时候就是在高中的这一个就是台糖的龙眼糖厂当时是一个就是负责守卫这个龙眼糖厂，所以跟这个台糖的糖业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历史相关。那我们湖尾糖厂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座还在用五分车在甘蔗制糖的一个活糖厂。那在每年的十二月到三月的时间呢，就是唯一的三个月的这个制糖期，所以这个时候刚好也是搭到邓丽君的这个名旦的生日，那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云岭的邓丽君的包中怀念他之外，也可以就是走一趟这个龙眼糖厂现在还种的白甘蔗，然后呢沿着这个路线来到湖尾糖厂到湖尾驿坐下来，然后可以看到亲眼看到这个就是五分车的这个就是现场的一个行驶的轨迹，那同时可以品尝蔗糖的这个就是蔗糖的咖啡、蔗糖的手工蛋卷。那欢迎大家在春节期间可以把这个行程规划下来，谢谢。Thank you.
谢谢。如果那个位置前面还有空位的话，请把它坐满，把它坐好，代表幸福满满，幸福美好。往前坐，往前坐。好，各位长官，各位委员，各位媒体先生，大家早上大家好哦。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欢迎参加今天的盛会。邓丽君贺新年，天天音乐过好年，邓丽君日以及六十七思君音乐会的宣传记者会哦。说到邓丽君的歌呢，不仅非常好听，而且呢百听不厌哦。邓丽君之所以能够深深的落叶在我们的心坎里面呢，我想除了她个人的独特魅力之外，他的出生地就在云林的包庄，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今天呢，就在各位长官、各位贵宾陆续抵达现场寒暄的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短裤兄妹来到现场，即将演唱我们邓丽君经典的好歌，一起跟大家分享。掌声欢迎我们的短裤兄妹带来的《甜蜜蜜》。谢谢，还有我们的邓总监。
执行长、副会长、书记长以及李坤学总干事、陈建军秘书长啊，还有来自包工销工所的助理运输以及工位媒体陈建，谢谢。那么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许多的长官贵宾，现在为各位一起来做介绍，欢迎县长张立山，你来首先欢迎各位县长好。文化处处长陈碧君，处长好，欢迎您。财团法人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邓永嘉执行长，你好。副会长苏俊豪，副会长好，欢迎您。包装箱工所乡长助理蔡文发，蔡助理你好。包装箱工所秘书陈金北，陈秘书你好。邓丽君文化协会总干事李坤学总干事，你好。掌声。高雄台台长，我们的梁明达，明达兄，梁兄你好。现场秘书陈仲军，陈秘书，你是好。我是不敢大小的，我们期待大家过来高雄支持啊。首先邀请县长张立善支持跟鼓励，掌声欢迎。县长请支持。生的这些侄女永嘉哈，哎，永嘉小姐很漂亮哈。那梁修呢，包工小公司的我们香港的助理啊，啊，很好会的所有姐姐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哈。那我想我们每一年在一月二十九号的时候，我特别想念邓丽君，尤其这是玉林的女儿，那也是玉林之光，不只是啊为玉林，然后也为台湾，甚至在世界。协会哈，我们的李坤学老师哥哈，那跟我们包装箱工作哈，那通力的合作哈，我想这没有政治的分别，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哈最佳最佳的一个荣誉，这是我们云林县自己的子弟哦，所以我想这么重要哈，是我们在每一个云林县的乡亲的心目中建立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苏副理事长哈，啊，无论在义务活动，在各方面建设，都不遗余力的协助我们云林县。政府哦，那我想我们都希望借由邓丽君本身哦，啊，她在这个演艺界、歌唱界这么知名的哈，那未来我们在高铁特地区哦，我也希望有我们邓丽君的影音的一个啊一个规划，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推动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邓丽君的这歌声啊实在是太美妙了哈，让你啊真的是啊意犹未尽了哈，所以呢。我想看有群众情人啊，群众的情人啊，哎，这个离乡背井啊，要能够凝聚力量啊，为国哈啊来打拼啊。那有一个县里长的寄托啊，县里长的一个支持啊哈，那更明显扮演啊，这所有群众的兄弟啊，最好最好的后盾啊。那所以我想今天的话，那除了我们在一月二十九号还是有个怀思纪念晚会啊，音乐晚会之外的哈啊，初一到初三。啊，初一到初三哈，每天的下午两点到四点哈，我们街头艺人就在我们邓丽君的故居啊来这里做表演，那让更多的乡亲好朋友能够到我们邓丽君的故居。那这个故居已经是一个历史建筑哈，因为它啊富含有培育有这么有伟大的人才哈的一个摇篮哈，所以我想这个邓丽君的故居，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哈，让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来这里回味我们。啊，为你们的邓丽君哈，那我想这个活动非常感谢你们做啊，一直非常非常的啊投入，也非常的啊希望能够借着很快，那我们啊刘冠军的掌声好不好？哎，我们关注文化观光处成立到现在哈，进入陆续开始办活动了哈，啊，这是我们把您的观光事业的一个总结。
期待哦。那我期待我们1月24号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圆满哈、哦、啊非常平安的一个春节。那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现在我们的副议长苏俊豪哦，从今天的百忙当中多努力的参加，是否请副议长？不嘛，当然是会得奖的。那么谢谢，掌声欢迎副议长苏俊豪先生。感谢在广大平安张县长哦，那文化署公关处委员长，那个咱基金会这个任执行长，那个咱这包装哦，那国电啊，咱这协会邓丽君协会的我们的总干事哈。啊，前面的总干事，那个活动用于公售，那个在这这个用光贵宾，跟大家媒体记者朋友，啊，大家早上大家好，好，首先就是很感动的哈，那个所有的参加，今天现场的正式就是温定定，从今年起1月29号就是咱这邓丽君的纪念日了哈。那么邓丽君刚才现场都知道，光在台湾的在邓丽君。普林提供云林之光，还是台湾之光，更是华人之光，因为这是国际性的。那所以跟邓丽君小姐有相关的事情的，就是国际的大使。那云先生很荣幸啊，哦，因为他就是七年前诞生的，但过年过来沟通用哈。他说我们有这个沾的这个眼光了哈。那所以我绝对是支持南平县政府，一定是请全力哈，给他们跟这个邓丽君小姐能够串联在一起，因为这起。一方面是支持邓丽君小姐很好的一个这个行为啊，另一方面也是行销了回云林县，因为云林县的真的实在是，就是淡淡的红桃区内哈，相对的这六都我们的一些天然资源哈，啊一些资源会比较欠缺，比较困顿。但是就是说，如果说让国际，尤其是让国民都可以看出国际化，那么国际的友人朋友们来到台湾。我相信就是说他们会回到互动文化的，回到101。我们只要说我们云林县有邓丽君的一个故乡，我最近大概没有人会说不去。但是问题是，他们愿意来，那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那这方面是我们县政府很关注，就是我们要全力来打造。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我们邓丽君那个协会能够授权。那我们未来像县长刚才提到，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个。门口就是高铁站开始，然后做一系列的，一直到包装箱，然后相关的一个民间的乡镇的一个景点，不管是游玩的，或是美食的，或是在地的文化等等，都要做一个整体的包装。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跟我们的邓丽君小姐有些聚集，做一个串联。那一方面，特别像我们今年开始，不是今年已经好几年，那今年我们会扩大，1月19号。那就是有连续初一到初三的一些这个音乐纪念的这个活动啊，那就是利用这些活动，一方面就是追思，一方面也是行销在我们云林的一些面，然后最后祝我们这个活动圆满顺利成功。那新的一年大家心想事成哦，啊那个鼠年行大运，谢谢。谢谢苏俊豪副议长的祝福跟建议哦，相信呢未来我们还会规划更多更棒更丰富的活动来回馈大家，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跟快乐。今天的是我邀请我们的邓永坚副县长来帮忙我们来支持我们的祝福，掌声欢迎副县长。大家来到云林，来到文化园区，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这么感性的分享哦，也希望能透过我们整个街头的办理，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包装，带动更多的观光人潮，也让许多的朋友们能够爱上云林哦，带动整个的观光商机。那么我们整个街头活动有这么多，除了订店邓丽君这之外呢，还有音乐会哦。还有初一到初五哦，我告诉你哦，我们的街头艺人的传唱，这么多的活动，是我请处长来做一个说明一下，来掌声欢迎陈碧君处长，谢谢。谢谢我们俊杰主持人、县长，我们县长，还有我们副议长，还有水哥以及就是永嘉，我们今天执行长，还有我们就是包装的交易书。以及现场的朋友、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非常感动哦，就是县长就任之后，我们去年针对这个邓丽君的这个名单做了记者会。那去年做的，今年当然要不一样。那今天非常感谢是永嘉来到了，就是云林，然后参与我们这个记者会的活动。那不一样的部分呢，也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音乐盒。这个音乐盒是我们就是特别也是在邓丽君基金会这边授权，然后用这个邓丽君的这个故居那个房子，它是历史建筑的窗花，然后用木头手工雕刻成了一个这个音乐盒，那里面是邓丽君的音乐这样子。那在这个非常重要也很特别的日子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喜悦。那这个也是县长一直叮咛我们就是对邓丽君是云林的女儿，然后是国军军心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迹希望不止透过1月29号是云林县的邓丽君日，那后续我们就是文官处会在县长的这个就是指导下就是对我们在湖尾的这个央广已经就是设定为这个跟未来要发展云林这个数位影音 IP， 那就是以邓丽君的这个音乐，邓丽君的这个音乐结合央广它的历史这一个脉络，然后希望呢我们可以呢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让更多就是华人了解到就是邓丽君对不只是音乐界的这一个影响还有就是刚刚永嘉也提到出生在一个云林这么小这么偏僻然后这么简陋的一个地方，一样可以孕育出就是非凡的这个音乐的成就，那这个也会对社会大众有很大的一个正面的鼓舞，所以呢音乐是可以带来很多希望跟未来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央广的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这个音乐盒我拿到手上，大家应该有很好奇那怎么样破釜这个音乐盒因为我们这个就像副议长提到，云林县的那个就是资源比较就是拮据一点，但是我们尽所能我们先制作了300份，那这300份呢就是希望大家借着在春节期间可以来云林玩就是游云林，那我们规划了非常多的行程，那当然呢就是可以结合邓丽君的这个包装的故居来一起，就是1月29号可以一起来怀念邓丽君这个音乐会参与的活动。那来游云林呢，我们推出这个福袋就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呢，我们有这个福袋要送给大家，那福袋里面其中呢就会有这个邓丽君的音乐盒，限量的音乐盒可以抽到，所以呢如果你是邓丽君的粉丝的话，我们就是邀请大家可以在春节期间然后来一趟就是邓丽君的这个故居的包装游，然后我们也起了一个名字叫甜蜜蜜的就是邓丽君的游程。那因为邓丽君当初会在包装这边出生，是因为他的父亲他也是个军人，从河北汕头北他是个军人，然后来到台湾之后那就驻守在这个就是包装，那当时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包装这个窑面糖厂这个守护那我们全台湾唯一一座活糖厂就是湖尾糖厂，那这座糖厂呢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3月他会进行制糖的动作，那比较特别的是他是真的唯一一个用5分车在这个甘蔗道糖厂里面去制糖，那这个甘蔗目前唯一就是在包装，也就
是邓丽君，就是故那个出生地，然后也是邓丽君的父亲当初，就是守护了这个龙岩糖厂这个地方，那是非常非常有一个就是特别连贯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体验啊，就是这个农业文化，然后同时呢来怀念我们这位永远的巨星邓丽君，然后呢可以甜蜜蜜的吃到这个蔗糖。可以到湖尾这个就是湖尾驿，湖尾驿也是我们的历史建筑。那在这边坐着就可以看到五分车会开过，然后载着甘蔗咕咕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品尝这个蔗糖的这个美食呢，它里面有蔗糖咖啡，还有蔗糖的手工蛋酒。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特殊的一个流程。那欢迎大家在春节期间可以来云林玩，那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邓丽君这个我们就是限量的音乐。那在这边最后也谢谢大家的力挺，那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为了纪念我们的永远君后邓丽君，因此要奠定1月29日呢为邓丽君之哦。我们准备了这一面的看板，要请县长、副议长，还有执行长邓永嘉以及处长陈冰君呢来签名，共同见证非常重要历史性的一个，请县长、还有副议长以及邓永嘉执行长、陈冰君处长一起来签名。请县长先签名好了哦，侧面啊，把照片给拍摄一下。签名之后，我们一起再来大合照哦。好，请县长还有副议长，我们先签名。谢谢，邀请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一起来怀念出生于云林县包庄乡全羊村的邓丽君。哇！能够引起的怀念我们的巨星公子啊，非常重要的一刻，所以我们的县长跟副议长、执行长、处长要讨论一下签名该怎么签，哇，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甜蜜，更加的幸福。现在呢，站立上县长，签上我们的左上角，哇，属于东边哦。那么现在呢，邓永嘉现在属于西边，哇，那么副议长呢，现在地方属于南边，哇，想必陈帝君处长要签的就是北边，哇，东西南北，哇，四方通通进士，张当塞探起我当塞，见了爸探起老祖温当当，阿弥陀佛，谢谢，哇。
话机会。好，谢谢。首先是邀请我们的李璇总干事一起来声明，互相争取哦。好，我哈陈金梅，我们的秘书也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听说他每一天呢、要睡觉之前哦，都要听邓丽君的歌曲，哇，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你会觉得总干事为我们的活动呢规划不遗余力，也请各位贵宾是否呢来跟我们的长官一起合照一下哦。好，我们的手拿牌，谢谢。那么在整个的活动规划当中，邀请民众可以早上到祖都来吃个美食，然后到树林沟拜妈祖。下午呢可以到观光工厂走一走，再到花明商店来邀，晚上来参加我们的邓丽君的音乐会，听歌、贺新年、过好年。好，看前面的镜头喽。我说邓丽君贺新年，大家把手拿牌向前推，说听音乐过好年，把手拿牌拿高一点点。好，向前推喽。邓丽君贺新年，听音乐过好年。再一次喽，邓丽君贺新年，听音乐过好年。好，谢谢这么多的美女先听，共享盛举哦。管定会不会心慌呢？要不然我来开放媒体要好吗？好，谢谢来唱情暂停，谢谢，请长官贵宾解读开放媒体。跟我们所有乡亲报告，1月29号是邓丽君小姐的名单。那这一天呢，我们云林县政府将1月29日定为邓丽君日，永远的来纪念邓丽君，怀念邓丽君。那邓丽君是云林的女人，那不只是云林之光，同时也是台湾之光。那同时嘛，也是国际知名的巨星。所以我们全部云林县人都以邓丽君为荣。那特别在这个晚上嘛，1月29日的晚上，在邓丽君的故居，在宝松乡田阳村，她的故居，我们举办纪念音乐晚会，欢迎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怀念邓丽君，聆听她的歌曲。那同时呢，也在春节期间。所以初1到初3，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在邓丽君的故居呢，有我们的街头艺人在那里演唱邓丽君的歌曲。那也希望大家利用春节回来的时候，能够到我们邓丽君的故居呢，来欣赏音乐，来一起怀念邓丽君了。那同时呢，我想我们会有一首《甜蜜蜜》，这是大家家喻户晓的这首歌曲了哈。那唱在嘴里甜在心里哦。那同时呢刚刚我们文化处长也特别讲哈，那他的爸爸就是以前针对我们的这个糖厂龙岩糖厂他在那边照顾糖厂所以呢这有很多的连结，有很多的这个糖厂的故事，那也有很多艺文的故事。那希望大家来到故居走一走看一看呢，不止怀念巨星，那同时也有一些艺文的活动，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只有三百份，只有三百份，限量发行。谢谢哈，好，谢谢哈，可以的。限量的邓丽君音乐，上面的窗花就是这个邓丽君出生地的这个。这个窗花的设计，那音乐是邓丽君的歌曲。那我们就是在过年期间、春节期间推出来游于你的游程。那在我们的地文现在的地文馆里面呢，只要就是在地文馆里面可以盖邮章，集五个邮章呢，然后就可以有机会参加抽福袋。那福袋里面呢，就有机会抽到这个邓丽君的限量音乐。要来五个地方啊，云林啊，一日游或者两日游，反正你要走过我们五处的这个地方文化博物馆。嗯，对。嗯，杨兄先来，对，来拍一下广告来，来下来。这是我们邓丽君的限量音乐。请带回家。没办法。
只在乎你，紧紧的牵手。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代表着张立善县长哈，对各位县民的承诺。张立善县长只在乎我们的广大村民，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能够鼠年行大运，鼠年能够做任何事情，都能够鼠一鼠二，希望大家都加油，加油，加油！请到监狱人，在我们的监狱。